即係8月25號啊！我就嚟到依個西九龍裁判法院嘅門口位置啦。佢突然之間俾多名嘅便衣警員截查我。喺截查大概兩分鐘之後，佢又表示因為我牽涉一宗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嘅案件，佢將我即時拘捕，就將我帶翻咗長沙灣嘅警署啦，係啦。咁咧，警署扣留咗大概兩個鐘至三個鐘嘅時間之後，我又表示我身體不適，就要求入醫院。在醫院就扣留了48小時，今天就再次來到這個西九龍法院的現場，這裡是上庭做一宗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案件上庭。那麼案件的詳情我就不方便透露太多了，因為都進入了司法程序。那麼另外在這裡說，今次政府的檢控、律政司的檢控不會令到畏懼，他越想我收聲，我就更加要出嚟，更加要出嚟抗爭。我好肯定，嚟緊嘅抗爭活動，我都會繼續出嚟，繼續參加抗爭，唔會因為佢被捕，唔會因為佢檢控我而收聲。係啦。唔係啦，咩啊？保釋條件。啊，對，點解同佢講先？好啊，咁我而家就講一講係。在前兩日8月25號的大約2點鐘的時候，我在西九龍法院的門口突然之間被多名的便衣警員拘捕，他表示我因為牽涉一宗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案件，又將我即時拘捕帶回長沙灣警署。那這一宗案件我自己認為是不合理的一個拘捕，是我只是走過去陳燕林家人隔離那裡喊了幾個口號，咁就俾人無理拘捕，我係覺得好唔合理嘅。而家案件已經進入咗司法程序啦，咁我就唔方便喺度再透露太多。但我喺度講嘅係，我唔會因為佢一次拘捕我就收聲。嚟緊嘅抗爭活動，我仍然係會出嚟，繼續去為呢個民主同埋自由去發聲，係啦。OK， 有冇其他嘢補充？OK。
息條件就係港幣，保釋條件係港幣2000蚊啦，保釋金交出旅遊證件啦，同埋同埋唔可以再接觸到呢、這個石英庭嘅控方證人啦，就係咁啦。擔唔擔心話會再啊？呢個我擔心嘅，但我覺得香港人去到呢個時候，去到呢一個地步，依家係唔可以再畏懼。我已經係心理準備會再俾佢拘捕，但我仍然係會出嚟，唔會因為佢被捕而驚佢咯。OK。啊，好了。